Pucung di Pantai Pegala Balak. Anda masih dalam kuasa dua CGT. Malu Jia Pengja Lambala Haitan.在昨日的916马来西亚日，迎来国家复苏期第二阶段的人山人海画面。据现场所见，到海滩戏水及进行各项活动的民众有老有少，也有不少儿童，也有许多民众是乘公共假期从假市区或其他县署跨线到该海滩来放松心情。但天气转晴后的下午5时，在场的人潮更是多达上千人，最终惊动当地警方到场，并不断以麦克风高声促请民众遵守防疫 SOP。Berpantai, aktiviti tersebut hendaklah anda cukup 2 dos. Jika anda enggan mengikut peraturan yang ditetapkan oleh Majlis Keselamatan Negara, anda akan dikenakan tindakan di bawah Akta 342. Sekian, terima kasih.虽然该海滩惊动警方到场监督活动安全，但这并不影响民众继续涌入海边，最终导致通往海滩的唯一一条道路也陷入交通拥挤情况。记者也发现 SOP 开放后的海滩，当地许多商家已经恢复经济活动，当天也获得许多顾客的光顾，生意非常的不错。有些民众到海滩会自备帐篷或草席进行野餐活动，游者也会携带风筝及钓鱼工具，在海滩进行各种活动，与家人一同进行亲子活动，舒缓过去几个月来的紧绷的心情。由于海滩人数非常多，为了安全起见，马六甲民防局也增加人手到场维持水上安全活动，避免发生垃圾生杯的意外事件。虽然在场的不少民众已完成2剂疫苗接种，但记者还是叮嘱大家尽量保持高度警觉，避免因一时的快乐而重回行动管制令，届时将再度失去自由，严重的话可能还会不幸感染新冠病毒。以上是中国报记者实地采访报道，谢谢大家的收看。